爆第三集？有啊，有爆，没进。我觉得场面话、啊，干话也觉得，真的是干话天王，是干话天王。有封号呢。国宏志胡乱嘴被封干花天王，会不会选垫底翁之曼钱薇娟回应了？听到这个收视这么好，我们很高兴，但我相信我们更有压力。全明星第四季24号首播，虽然一人班底不如以往，但收视仍开红盘。27号蓝黄领队钱薇娟、郭宏志等人一同出席节目庆功。跟小杰不在，小杰有没有比较不习惯？没有。还好，其实今天红队的也有来，都有来。说实在的，只有他告假，他怕你们啦。晴姐，你上礼拜不是说前妻来就会生气？如果前妻回来，我应该会生气。他真的来、欸？一语成谶。他今天没来，今天小郭来了。那晴姐会觉得保洁的家务是会影响到他这一季的表现？我相信应该不会吧，他都处理得非常的好。他整个人也成熟很多，也长大很多，我觉得他更稳重了。我相信他还是人就会秉持他过去的那个优雅的姿态，把他跨过去。目前红蓝黄三队正在积极选队员，郭哥现在已经开始抢人了吗？对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对他很好，他也不耻下问，就他会一直问问题，很气，真的很气，一直问。我还会用偷看的啊。那两位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选手？慢慢。慢慢不错，慢慢不错，印象深刻啊，对。台大五 G。但翁之曼在测试赛中表现不如预期，成绩11.45。就是我那天在那个球要支援之前，你是没有指导慢慢。那天蛮多人都要来问我的。你为什么不知道？有啊有啊，他如果那你把他指导成这样，慢慢是左投哎，我记得。对，这样整体看起来，他可能需要可能再给他一点点时间。听说他就是也有从事一些运动的，基础，什么高尔夫、网球之类。但这两个项目是本节目组没有在做。我听起来你们两个都没有选他的感觉。缘分要看缘分。那相较于其他选手，我比较担心慢慢的状况会比较跟不上。因为毕竟他年纪比较大一点。我的队里面是不是每一次都是最年长都在我这边？小刀，对，然后我们贺小美。但我觉得团队里面有一个年长的选手，我其实是喜欢的。是前姐会争取？我觉得就是要看缘分。如果我有选到的话，我也会很高兴。前姐现在带完刀之后，现在整个状态都很 OK。对付他可以，只要我不下场就好。反正动嘴巴，但他现在嘴巴很快，我很快，我要赶快调整他。当然是不太能够运动，我不太能跑，对对对，就弯比较不行啊。那就尽量不要让你站着颁奖，比完就可以早点休息。好啊好啊。第三季我有报名，我也没中。对啊，我觉得第四季另外一个有啦，其实我前姐一半我们就来了，又来了，要求不多。真的有报第三季？有啊有报，没进。我觉得场面话，听听就好了。对，我现在不是跟你讲，只听听就好了。干话也觉得，真的是干话天王，是干话天王。没有，没有。你有封号嘞？真的吗？不能帅一点吗？干话帅哥。